哎，草草，先抢草草，我想叔叔吧，先抢，立即抢草草，好人有的是，来我来，无敌的，草草，推力棒抬鼠标，可以领跑，叔叔吧，DPS 啊，你打一个呀，那你一会儿让我打个 DPS， 让刚哥打个左直，选吧，领跑，我这个领跑打不好，没打过，我打邓艾了，一次没打过，走泰哥哥，周泰，没得了。我搞谁的？一秒法一 DPS， 看啥呀？灵桶吧，灵桶吧，灵桶吧，下一轮没什么好的，灵桶吧。不是左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灵桶。左四，行，没随机就好。那是怎么办也是。你打灵桶啊？那是吧？你打灵桶不一样的吗？这把多出点乌龟啊，没什么。我这灵桶，我技能我都没搞懂，所以说我不敢玩，一次没玩过。好吧。什么懂不懂的，就是干。但是这一把就是干。我走上，我走上。你走上，那我养你吧。这一把的话，主要就……哎，徐叔上路打野吧，我下路养一下灵桶。我上路拉野。上这一把主要是你棒子，你要我看你要怎么打，你不好配合我们这点能力。是不好配合，非常不好配合，只能保人了。我这一把保人打。对面有几个空啊？对面各个都有空啊。基本上都有空，人手一空。手太没拿到 ，A 一下，大爷啊，爸，没有啊，我来了，我回去啊，你拉吧，你拉，狼哥，你第一波经验给我吃，你这个狼的钱一样的，也可以大二级，好吧？我们要保输保血打。这种前期有点惨，我跟你说，等学术出来乌龟好打了。哎呦，不好打呀！这没事没事，下路三个，只能帮你走吧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走吧。我走，你根本没办法打了。你救我，就是你死。没事没事，我两级了，可以睡。我飞没学，不要紧。啊、我走了，你完全不敢打兵。那个小蓝要死了。上路把他们打爆吧，中路能打爆就打爆好吧，下路尽量不死就可以了。包子守着包子，那我电线都不敢碰，有碎啊。徐叔来了，袁叔来了，你过来啊，我走了，我这人过来啊，过不来的。你做了什么不好过来的，你刚过来就点一下就死掉了，不过来的话你可以支援一下的呀。因为那个人没露点，他可以爆发一血的好不好？这包子没？哎，我操！我给打醒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不死就行，你不死就行。我不打醒他，你也得死啊！走，他给你跳中了。隐身包啊，中路小心一点。自己看个地图啊，灯可以杀他，妹夫，哪个灯可以杀他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熊拉死。你先吃，吃到六就好打。上路要杀可以，我有五个灯。算了，我直接去。我中路后面蹲着了，我开始游了。下路三个也都在啊。知道。实在不行过来打野吧，我不打了，先留着。棒子抢包子，来这里，帮我蹲着前 buff 啊，记得。光过来杀，我也推魔。走走走。哎，可以搞，可以搞。
你弄你的。不能买灯可以直接上。电池上没灯了，我刚刚灯全部点掉了。没事，没事。那几下？对，准备挂。先别打，别打了，没事。下一波上。完全碾压的上路，有个灯就搞上。下路还能打钱？可以自己带。哎，我没碰，我一直有兵线。我知道。我回去一波，你升个级吧。哎呦，我的小颜值受不了吗？下路我不敢出的，你们经常打吗？他塔前兵啊，单炮的。魏延不在，魏延不在，你等兵线回来吧。哎，上路怎么没兵线了一下？我故意卡车了。你的车看没？卡车了，两车。魏延没大啊。哎，我看怎么打。魏延没大、啊。我想出个月下把他整了，等一下。不要去，我有地的。对的，过来看一下，再帮他一下，怕他们强打。车没摆好，车没摆好，那是车没摆好。没货，没货。卡车了，我上野了，我的收怎么样？你收吧，你收吧。还没钱，你那个你摆狼的车吧。他在上面去了。雄和上面去了。回家了，回来了。周泰应该外回去了，下路就一个魏延，魏延没大。过来，咱出来，不急。徐叔试一下。不着，不着，我也大，不着，他们进没了，上了，都上了几个，一个不敢动，也没等级他。输给他打了吧，输打不打？打的话来人，可以吧？赶紧打，打了，我觉得你先打了，要不上路兵线已经拖起了一直。是的，人家没有了。下路两个人，来，中路来，中路上路，送路随便来一个。帮我睡一下，走吧，我去打输了，你下午小心点。那个，啊，鲁肃没尿的，我没拦，等一下，等我吃了再打。曹操往中路游啊！我在中路，直接过来拿书，直接过来拿书。魏延还没赶过来，他们最多三个人，三打三打得过。来，他也过来了，水井，我递水。你来拿呀！来了。什么？拿包回去了啊！我操，冲啥吧你搞的？嗯。刘树在哪路？刘树怎么装备了？有乌龟没有？没看到。应该没有。两个。死过几次？刘树五级。刘树死过两次，应该没有。这于禁这前 buff 可不好整啊。有时动一下吧，找机会动嘛。他们上路人多，可以去动下路。我在点灯过车。你这边河道过去就没办法了，就被。有过乌龟没有？我在靠你有没有打上路要？有乌龟吗？刚刚。
我没有，我把狼给狼给我吧，我去抢你这个狼，你把车拉走，好，我就够了。睡空了，睡空了，不用了。袁世万到底已经乌龟了？没有没有，他没钱。开始有。没飞啊？没办法，他这个我正好是差100块钱还差，他那个大栏杆那个车砸掉了。等级太，这指定太恶心了，看着。这个不好打嘞，技能。别急，慢慢打。把灯点起来，把灯点起来，我们从河道抓一波上去。刚哥来。对对对。拿包子吧，先。包子吃了，秒吃。但是你的钱应该不会比猪蛋少吧？钱是有。半路来一个，我压不过他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等级差 了。漂亮。魏延来了，魏延有跳没有？大飞。中路还可以，中路还可以。张哥，从我这边走，我这边走。我那个上面，坡上面有个小点，他就敢出来了。有人过来反灯了，张哥来。来不及了，我勾引他一下吧。别露点了。我刚好都是吹的，你们过来吹的。啊，退货，在我后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上路一群。好的。看着啊，五秒钟有睡。看着啊，五秒钟有睡。有睡，你上路直接睡。睡啥？睡啥？走。上路马上来，上路马上来，中路两个，中路小心啊，别走了啊。睡这里没用啊。睡睡没好，睡没好，睡没好。算了算了算了。漂亮，先把树养起来，再把田养起来。是的，我就是这么想。我这上路必须要点属性点。中路已经被打废了，放心吧，中路已经被打废了。在了吗？不来了，等一会儿。你好了喊我，你好了喊我，把他不是，你不应该去拿野的，你知道吧？这种情况下拿什么野呢？兵线都没掉，谁知道他在哪里面啊？你把地打出来。刚刚动一下，刚刚动一下，动一下。吃个包子动一下，没兵线了，动一下，动一下。没等级搞的八级他，没等级，于禁等级太高了，这兵主的。你曹操上来碎碎杀一手就可以了，全 buff 上下了。下路能拿铁吗？可以。等一下，你的飞线不要用，上路碎杀，我前面灯都做好了的。没有啊，曹操。对的，没有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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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路中手了。你的我，打不死你。反超他，好漂亮。好漂亮。我回去，这一波下一波上来，我下一波上来。走，给你空点，我给你点个红，我给你点个红，加个。不是，你这鱼精，鱼精要压的。来打铁吧，打铁吧，来你总过来，没人，下面没人，把铁打了，打了算了，走个地回去。把铁拿了，哎，一会儿的，快走，走太战。我可以睡他。来吧，来了。打吗？不好打吧。没货，你这装备都别别。再捅死了要。去吧，我帮你递。万两，我可以接，你递了我可以接。哦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，真回去了，了一点气都没有。各路小心啊，下一波我上去。上路给我加一口。狼狗你走吧。狼狗你走吧。我、这么拖的不是事啊，前面挡的。曹操上来，曹操一波都没上过来，跟他上路睡一下，不一直接秒的东西吗？马上就来。我刚才配合那个他们下路打了几个。你这个很难打的，魏延在。被打，为什么不能打？我有乌龟的。你上路实在打不了，就下路帮我打呗，不一样吗？来过来加血，免得看不看到了。前面我来了，屌了吗？对啊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不能打就走，不能打就走。那大的，走前 buff。我前 buff， 操！
我还准备卡位跟他拼命呢，我操！我刚哥去了，刚哥去好打。然后我枪打了，我去。好，打活了，打活了。必须你去寻找。刚哥这个点打回。上路一直在拖着的，就是，然后上路他那个兵线过不来，我这边等级也起不来。他们中路下路没占到便宜的，我们就算亏一路也不要紧，不要急，知道吗？慢慢打，把其他路优势打起来再带回来。亏到也不是不亏，他主要是打 BH， 我操！这太吓人了。现在上路就不用你管了，我这边出掉以后就不用你管了。那乱世忍一下吧，我这边去上路帮一波。你这边上路杀了，废了，我有乌龟，有乌龟，我来了，来，我在打。哎呀，打得好憋气呀、啊！啊，这样现在，胖子，你就主要去养那个谁啊？养乱世。上路我有跳以后，有跳有乌龟的话，就这个灯还。刚哥自由走，刚哥要自己动起来。中路看一下。哎呦我操！最后又打醒了，靠攻击高，我操！真那个乱世就在中路打钱吧，刚哥去游去，下路放空了无所谓的。我下路打不了，我就自己转种嘛。哎，我下路主要是真点不过他们，又在堵。他们两个人刷灯，我只能跟刚哥配合抓一下。再来一个，好，把地打回来，杀一波吧。等一下，然后你等一下，我带了五个灯，你等一下直接把他杀了以后，直接就破他车。你干的。弟。下路等我去呗，我往下走呢。我把灯往下铺。等一下，你打你不过的，打惹钱就行了。就破大车，亮一走，破一亮一走，不要破太多。走吧，狼哥。把我打一会儿，我把下路踩了。你们三个人打下，我来打上。没问题。做梦秒不死他，一千二能不能秒？哎，那个看见没有，哥夫，那个。这把为什么我要养刚哥？因为就刚哥能带节奏了。徐庶不好养，他不是中单位。养他没事的。是的，不然的话节奏带不了。给我放点。你们走。刚哥自己发挥去吧，现在我不管你。你点灯，我看。大招有梦。面狼哥稳一点，他妈的后面一万个人，下路可以打，上面三个。打不了，走他上来吧。没人。哦，我们走。下路不行就别打，那个上你们上路不行就别打。我知道，我们已经撤了。下路有两个，下路有两个，没事，下路有两个。不用走，刚哥来了。人杀啊！左师来了，有人来。大了，你稍微等一下，你这个血杀，你这我有大。睡，我没大。刚哥大，你有大，我没大。走嘞。来，李猛过来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。我。牛逼！什么？他想等他地了再乌龟的，我知道他怎么想的。我没拿了，你不要露脸。哎呦，好卡呀！我尽量不打先手了，这他妈的估计后面有人，我跟你说。你两个回去了，这个保一波啊！不搞了，我没技能了，啥都没有，没蓝飞过来没用，小跳不给力啊，传过来没用，我是小跳。这个小跳人这个没办法，我养狼狗，他可以单杀你的狼狗，你小心点，他过来了已经。他玄武开了吗？我真走了，这次真走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走你！哎呦，有点卡。狼哥别走，装备不走啊，他血量不够啊，好歹有个走了回去，我回家偷点装备，你照样秒就行。你出装备吧，你先出嘛。有元素在，我怕。他屌三个，我直接杀呗。元素在装，看到了，上路可以杀。我是乌干的局还是什么局的？我感觉出乌干吧，出乌干吧，扛吧。灵桶出猎就好了。阴他们一波，这可以杀吧？好看，看不懂。睡住他，可以睡。不敢睡，后面有。可以睡，
被坑了，哇、啊，好残忍！我们是赚的，可以追，可以追，追是随便追。准时傻爆了！有船没？有飞没？有飞，有飞，有飞。我他妈双 buff， 让我死了算了吧，我死了把 buff 给你们吧。不用死，不用死，不用死，这可以，可以，专门去死没必要，我感觉。你死给野，我然后把那个野打死。野不行，没用，野不老，只能英雄。没有用的。这一次去死没必要，中路看一下。看看。别和他拼。大点还是过。我是没有用大的，我想你可以下面有个百工了，顶死，去吃了吧，我给他加满，加满我就走。我还没有抢啊，刚刚好开心哦，这么肥。哎，回不去了是吧？跑了一下刚才，回不去小时候了。加一个单子，有飞没有上路？有 buff， 有没飞？我上去了啊，没飞了啊！狼哥，狼哥过来！傻逼！要怎么搞？你要怎么搞？不追了，杀不死啊！不追了，不追了，别追了！我没技能，我没蓝了，谁也没有。刚哥，你妈生气了！元武啊！元武啊！刚哥，你再上！我感觉上路可以破据点，可以的，据点可以的。你这么大便丢我这么远？对啊，妈把你砸晕了！爱你了，爱你的表现了。哎呀，我操！算了算了，终于算了，终于算了。乱世者，这周泰坦坦不好打。我有你玄武了。我也有玄武，没事儿。搞上路据点，咱们搞上路据点。帮我前头放俩灯。哈哈 ，buff。都站下了，没蓝。没蓝了，这个，哎呀，呦！哎呀，生气了他生气了。这节奏不是我们已经带起来了吗？哇，节奏已经带火了，前期是不好打，一定要锁时带节奏，不然局数不好带。因为对线他压不了人，怕这个真不敢砍。我们这个控不多，只要乌龟几个出好了要。这个能不能打？这个能不能杀？就他一个人。龟的，我两下茄子的。好，知道拿个助攻。哎，来谁？可以拿个塔，赶紧可以拿个塔，我在前面等等。进来就死，进来就死。跟他对塔打炮，你有病是吧？得，我没事，我死了就死了，点不动啊，都有甲了，我们来跳的，毕竟比较扛，没有跳，姐妹叫浪死了吗？我没浪啊，我在帮着点呢。开了盾还是没开盾呢？你这没开盾，没开盾。没选我了，你走吧。走，我也走了。你走吧。这一把我准备就出他妈的七八个行星星算了。真的？走，漂亮，这个大。蓝狗来了没？没有，他们都挂了，出个孙子吧你，挂娃娃了，搞孙子吗？那我搞个孙子算了，搞孙子，不是你搞个孙子，于禁搞一下他妈起飞吧。那于禁搞了以后，我可以进化的，其实他那个恐惧的话，我应该可以进化吧？那个进化不了，好像不能进化吧？没试过，没试过，没试过，可以试一下，感觉应该可以进化吧？我挂啦，我没气呀，我没飞刚刚。
哎，不过来呀、啊，过来干他！你就像你后面看嘛，追四百公我就跳过去。来来来，先不要，其他的路不要打了，等我出完装备以后直接上路带粮，粮一带。加加一波，我没地点了。你能不能消费？能消费就消费一下。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我准备还没七星呢。我这种肯定要出鸡翅吧，他妈，他不是防御的。他现在还没有出对魔，知道吧？我还比较好打。出了对魔以后，我他那就人呢，大变一次。来了，我已经在往这边转，你先不要急。我不会来。第七星了。我用地好，玄武开了，他玄武开了。走吧。走走走走。直接回城了。牛逼！哎，死了两个了，过来快点，我可以一本顺子带你。别坑他，别坑他，别坑周探。就走呀！蓝狗过来，不要打兵了，还打什么兵呢，哥，亲哥。哎，打得漂亮。你看不打兵我，你熊哦，还在你打兵，这个蓝狗那么不和谐，我操！狮子带你，你看他还不来，必须得出狂战，没狂战领导不行。哎，哎，哎，哦，太菜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同学都没有玩什么？对啊，同学都没有玩什么？拿出剑。哦，他还没月下。我不叫刚哥，我去吃包子去。啊。我要突出啊！错过了！我操，你不给我讲！你这个不要反向的，你以为？妈还要干呢、啊！我操！凶成狗啊！干他有乌龟没有？有乌龟没有？干后期好吗？他给他干，他给打对，他给打。算了，但是别追了，但是别追了。我怂了，我这个打点，这个打点二的，中二打点掉。我感觉这把四个麒麟星我就无敌了，一个听都没有。这个寒风甲怎么样？钱，真的就没钱。这谁啊？我去杀了。追他吧，我追得上。这把我们三个人的灯都点的多，我操，一个人三四点差不多。干什么那个呢？我操！干啥呢？来了！牛！啊！这个恐惧可以推魔的，可以推魔是吧？什么？我的脚爆。得菊花了哥，小心你菊花。但感觉到没有，你他捅你的时候，我一个净化，你可以走了。好的，牛逼。包子不？你是包子不？你还回不回家？回，我没钱啊，我直接补个新郎。好，我不要，我回家，我出装备去。去吧，你回去吧。妈欺负人呢。抽太是不是没地啊？试试看，我就试试看吧。现在尼玛，他在下路死了一波，他在下路死了一波。妈的，差点把我给死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好的，躲一下。来吧，先破七星，破过了。你晕这么久啊？怎么晕的他呀？不知道。锤子，就那是个锤子晕。这个鲁肃一个废物啊，这没用。这个版本鲁肃没用。他说要秒我，他秒了，我有地。
没蓝了，回去。哎呀，太卡了，操你！我就吃个包子吧。他地开了对吧？开没有？没开，他开了。没有，他开了一波的，这波应该没地，应该是没地。刚不是直接被秒的吗？开地了吗？刚没有。哎呀呀呀！没用啊，这波。哎呀！哎妈！我被打起来了！哎呀哎呀！哎呀我操！哎呀我操！哎我操你妈！被冲脸了！哎呀，死了没活！不可能！现在我还有技能，好不好？漂亮！